欢迎观看我们的博客，这次的博客是老衲洋芋。大家好，这次博客向大家介绍一道地道的云南菜老衲洋芋。老衲洋芋口感软绵，无需用牙，是连老奶奶都可以吃的洋芋土豆，故得此名。其做法非常简单，将煮熟的土豆剥皮后，将其碾碎成泥状，然后放入锅内，用少许动物油炒，再加入少许葱花、花椒粉等即可。老衲洋芋不但做法简单，味道鲜美，而且便宜，是深受云南人喜欢的一道菜。大家如果有机会去云南的话，请一定尝尝。只要有土豆，自己在家也可以做。喜欢做菜的人不妨试试。再见。